虞美人偏远地区弱势关怀协会长期关心地方弱势。特别过年了，协会在前往后乡办理寒冬送暖的活动，将物资来年菜甲物资发放给弱势边缘户家庭，希望大家拢会当过一个温暖的好年。虞美人是颁发感谢状，感谢爱心人士甲企业做会付出爱心来关怀弱势。长期关怀弱势的虞美人偏远地区弱势关怀协会，为了弱势边缘户家庭提早感受过年的气氛，就要来到福兴乡办理2024龙兴大运好运隆重来寒冬送暖活动。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人，还有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我们都很乐意到每个乡镇还有所有的地方去举办这些活动。那我们这个协会成立8年了，今年是第8年。对，那也感谢美人姐的支持，也希望我们可以迈入第很多很多的第8年，好不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哦。那我们今天的所有的物资我们今天所做的物资是在福兴乡做了500户。那来参与的人数，我们预估大概在1200人左右。是，所有美食摊位跟物资都准备的相当丰富。关怀协会迈入第8年，虞美人是真感谢每一位家里的志工、甲赞助的民众、甲企业，未来卖持续办落去，好让小家庭得到温暖，将爱传出去。我今天才跟我们理事长一去高铁站接我，我讲咱来8年嘞，对，8年了，八年了，对呀、我们还会继续下去。对，那也谢谢这一路以来陆陆续续加入我们整个团队跟这个共同的理念的这些好朋友啊，我们一定要继续下去，因为恭喜在咱的基层嘞。咱的乡亲哦，愈来愈更加困难，因为通货膨胀啊，那也因为这个电费要涨啊，电费一涨之后呢，就是万物齐涨啊，所以呢，我们明年要办这样子的规模呢，我们也会很辛苦，但是呢，谢谢，好，谢谢，谢谢，但是呢，我们呢也勇敢无惧，我们一定会继续做下去，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共体时间，然后我们也希望把这样子的温暖能够这个传出去啊，谢谢大家的支持。乡长张文鼎、副馆长林田富等等贵宾，拢全工出席活动，也来感谢虞美人协会对福兴大新的付出。非常感谢我们虞美人，有满满的爱心，然后把爱心带到每一个偏远的地方特地呢到我们福兴乡来关怀了我们福兴乡的弱势，让我们福兴乡这些弱势跟我们一样有一个温暖的冬天，有可以过一个好年。非常感谢我们嘉兴企业卢总经理呢提供这么好的场地让我们来举办这个盛会。非常感谢美人节，谢谢。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志工，还有所有的理监事，也感谢我们所有的村长，还有我们所有的理事长，大家一起来帮忙把这个盛会把它办好。虞美人偏远地区弱势关怀协会长期关怀地方弱势，在这个年终岁末的时阵，协会来到福兴乡送暖，希望为弱势家庭带来温暖，欢迎每当过一个欢喜一个温暖的好年。新竹华新闻蔡良祥福兴采访报道。